人从这边过来，然后那边是实的嘛，空边引气，实边收，这才是。这还没搞明白。你跟那事儿是快天书了。对呀、啊。啊。和天书一样。我说小白呀、啊。你说电梯口在这儿，对啊，电梯口在这儿，人流起，人是往这边走啊。你看人往这边走，人往这边走，气流就怎么走啊？气流走过来，气流走过来，这边都是，这边是卧室、厨房，是实实在在的房间嘛。啊，如果这边是客厅，这边是空的，这边是房子，那就虚了嘛。你把气都引到虚边去了，啥也没有收着。啊，这边这不是这个实房子吗？啊，所以这边就收了气了嘛，这也有又加分项嘛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这叫空边引气，实边收，哦、这也就是在你推动的过程中，这都是加分项。哦，